可怜的，我家里就剩两颗鸡蛋了。那今天就用这两颗鸡蛋做个舒芙蕾吧。两个蛋黄，加入30克牛奶，5克砂糖，搅拌均匀。筛入低筋面粉40克，继续搅拌均匀。蛋清里挤入柠檬汁，加入10克砂糖，打到有小弯钩就可以了。舀1/3，一起倒入蛋黄糊里翻拌均匀，再一起倒回蛋白里翻拌均匀，模具刷一层油，倒入蛋糕糊，垫出气泡，烤箱上下火180度烤10分钟，取出来用刀划一个十字，继续烤10分钟，出炉，撒一层奶粉，这样就完美啦。